云林县是全国最大的青菜生产区，为了确实做到源头管理，广大青菜果子农药残留，就改善网的推广，逐步快速试验技术。而农民田口度的青菜果子上市之前，先来做检验，然后逐步快检行通检测查，去都被云林议论浪费。而农民做的圈圈的送养农作物，每位消费者被失望来把关。你两初价差不多就两千万的这部快检行通检测车，那青菜的收成真浅，农民都先从样本，看浪费的这部快检是哩惨，连起都采用了后，送去快检车，用这部仪分析感觉农药的残留，固体无农药了后，怎么怎个采收？这一台行动检验车呢，主要就是针对农产品哈，来做一个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检哈，只要透过。由我们农会来做一个萃取工作，接着将农产品的萃取液送到车上来做分析，好，我们大概早上送到车上，下午三点之前就可以获得一个检验的一个结果。卡着检验农药残留，我送去丰美科技太好的实验室，也是台南生态含南跳突破实验室，检验报告条件也有电影的，现在就这部快检行通检测车，六点钟七百人提出检测结果。因为透过分工，前处理的分工，其实可以加快检验速度。只要送小小的样本过来，这个快检车，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我们非常感谢农粮署也补助我们柳工哈啊农业产销基金会啊能够顺利的有这样的快检车了哈，确定啊没有任何农药残留，那就可以啊进行来采收，那也确保我们所有消费者哈能够吃到非常安全、无毒、健康的这个蔬菜。目前农粮署就补助，土改农民今年就三百五十千抢菜快检，了后就收钱，突变七八球。多谢分里面政府讲，每个检讨补助的办法，都减轻农民的负担。记者李新龙分林报道。